十月十七日，《庆余年二》杀青了，剧组晒出定妆照，演员阵容非常强大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张若昀在定妆照里依旧英俊，更加华丽和风流。她还拿着粉丝送的海报，笑容灿烂，像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。张若昀在剧中扮演的老父亲高曙光，也晒出了自己的杀青照。她手里拿着鲜花，很有气场。他们一家三口还和导演合了影，看起来很温馨。郭麒麟在第二部的造型更加富丽堂皇，他穿着橙色的长袍，戴着金色的头环，气势不凡。长公主李小冉也分享了自己的杀青照，她自称是分女人，对这个角色有很深的认识。她在第二部换了一个新的造型，很有江湖气息。如今李小冉已经47岁了，但是皮肤白皙美丽，和导演亲密合影，看不出她已经快50岁了。除此之外，《庆余年二》早日播出吧。